って。好。他要把这个里面导轨拿出来吗？还是什么？你们再把这个主板搬下来，是不是啦？啊、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对对对。哎，他现在。你们再重新这样拆给我，把这个螺，把这个五个小紧钉松掉。嗯。松掉之后，把这个把下面的螺丝也松掉。松掉啊。嗯。他这样直接翻能拿下来，还是要先把那个滚柱拿下来？你把紧的再全部松掉嘛，搬进来。还是要定起来的，这边还是要定起来的。哦。不定起来，你拿不出来的。好的。哦，拿个东西把它捅出来。啊，好。